SM엔터테인먼트는 어제 입장문을 내고 최근 테일이 성범죄 관련 형사사건에 피소된 사실을 확인했다며 해당 사안이 매우 엄중함을 인지해 팀 탈퇴를 결정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. 消息一出，震惊南韩娱乐圈，当红男团 NCT 原本是团内的主唱，也是最年长者，今年满三十岁的太医，人气相当高。但所属公司28号晚间抛出震撼弹，内文写道：“对太医被指控涉嫌性犯罪的刑事案件，在调查当中。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，在与太医讨论之后，他决定离开团队。如今正在接受警方调查。目前最新消息，首尔警察厅透露，在今年6月有成年女性报案，予以立案调查。” 근데 형 진짜 오랜만 아니야? 완전 오랜만이네. 이렇게 나오는 거 오랜만이겠다. 지타이才在去年8月遭遇车祸，大腿骨折，暂停活动，只有在几次公开场合露面。今年7月才在团底直播跟大家打招呼，8月也有登上演唱会复出，但没想到现在居然遭到退团。但风向一面倒，粉丝涌进 IG 贴文痛骂，就连同团成员也纷纷取消关注，官网的照片也马上换成没有他的版本。 而这件事情也波及到刚好在个人活动出 solo 专辑的成员在选，遭到台风尾，遭到签名会延期。目前案件细节都还没有公布，但对于喜爱他的歌迷来说，已经是无法磨灭的伤痛。TVBS 新闻林正宇、刘文做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